好，没错，我现在的地方就是这个狗狗要做 SPA。那今天当然燕姿带着她的 Norman 来这里，对不对？开玩笑，我们玩音小狗队到哪里，全省各地都有我的属下在，好不好？来，威廉，哎，过头了啦！这里，喂，威廉，好，没错，很好，趴下，你看多乖。不是，没有那么快的，你丢脸，太丢脸了啦！很舒服。不是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玩音小狗队是要有气势的。你怎么一出场就躺下来呢？哎，你可以起来站得英挺一点给我们看吗？哎，大哥，好，没关系，我快。基本上昨天工作太累了，好不好？对，所以今天可能需要休息一下。那我们玩音小狗队就是今天我带他，那个燕姿带他的 Norman 来这个 SPA 嘛。待会呢，我也来帮 No 那个威廉做一下，好不好？起来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快起来，站起来。不管这要怎么哄怎么摇，软硬兼施，威廉就是不动如山。小狗队今天还真是颜面尽失，看看人家燕姿的 Norman 多听话啊。这位时尚达人，您的包包是在哪里买的？包包是自己买，买了这个就有了。燕姿要走了，走了，上通告了。好，我决定我也要帮我那个威廉。哎，威廉有这种可以大小可以提他的吗？燕姿，你刚刚有你的那个 Norman 包对不对？对。我有黄金猎犬威廉包，来，威廉，跟我，不要走，不想去逛街。乖，我听你啊，这样不会痛吗？不会。谢谢。啊！啊！啊！威廉，走，我们去逛街。走，我们去逛街。威廉，会不会太大包？妈！他几公斤？35。哦，不行，威廉，我们今天不逛街了。这样，今天本来就不是来逛街的，别忘了你还有任务在身呢。快去看看燕姿和她的爱犬 Norman 是不是准备好要做 SPA 了呢？哦，哎，狗狗的 SPA 浴缸真的很酷，让它慢慢的泡泡。对，带回去一下哦。有，它开始认命了。我说什么？哦，帅帅，哈哈哈哈哈哈 OK，看燕姿耐心服侍爱犬，被水花弄得一身湿也不介意，还亲自吹枕。虽然不知道 Norman 到底舒不舒服，不过这样的际遇肯定已经让许多狗狗羡慕死喽。那现在呢，刚才已经把这个脸部还有头部大致上吹干啦，看见 Norman 开不开心？ Norman 开不开心？哦，他自己发快！谢谢燕姿还有 Norman， 谢谢。欢迎小狗队今天突击孙燕姿饭店房间，跟拍她带着爱犬诺曼小姐上美容院做 SPA。看到燕姿与狗狗自然的互动，童心未泯的模样，小狗队任务成功。